don't know why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help me when you couldn't get by yourself。正确交往应该是2007年12月14号。交往多久啊？9年吧。对他的第一印象，样貌长得蛮漂亮的，是个蛮有个性的人，但是就是有点胖了一点。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在淡水的老街。我最喜欢什么颜色啊？蓝色还不赖。他最喜欢红色。红色哦。他最喜欢吃什么？糟糕。蔬菜水果。贵啊。我最喜欢吃牛肉、鱼、汤阿给。他什么时候最迷人？我认为是在他工作的时候，那个专注的神情。咬我的时候。爱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可以无条件的为他付出，互相信任，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，然后爱屋及乌。说出五个想和他结婚的理由。这他问的吗？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他的细心，他的真心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妈妈，那我真的很爱你们，对你跟爸爸。你要相信我跟大叔会加油，我们会好好的幸福的走下去。对，然后我还是会每天回家，你不要嫌我烦哦，好不好？ It's a beautiful day, I can't stop myself from smiling. If I drink him, then I'm by him. And I know there's no denying that it's a beautiful day. 婚姻啊，我觉得就是彼此互相包容，然后付出你所有的力量去爱这样的一个人，然后共同去经营。我有问题，怎样的人？就是头发可能会越来越少啦，然后肚子可能会越来越大，还有可能做的诸如此类的。现在，我爱你。你头发少了，我不会不要你。我会推你出去晒太阳。我会牵着你晒太阳。